加快速度，马齐了啊！好嘞。主任，你这机器真是越来越高级了，还不是为了伺候你们这些上帝啊！哎呦，哎，你们抓紧马啊，马上就要出货了。好，放心吧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帮忙！你说什么？赶快帮忙！我可是你的上司。 这儿不是编辑部，在这儿我是老大。来，给我。主任，你最近血压降了一点没有啊？好多了。我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，这个啊是我爸经常吃的降压药，国外带回来的，没有副作用的，你可得保重身体啊。来。 这怎么好意思？你拿着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快拿着。主任，你就答应姨嬷吧，我们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看不下去？你看不下去？跟他当阅读去，别在我这干了。我们倒是想跟他走啊，可是就是怕去了帮不上什么忙啊。主任，你就别扛着了，赶紧答应了吧。哎，别！你们今天呐，谁都别给我加印，谁要给我加印啊，我跟谁急。我也来帮忙。 行了行了，一边去啊！今天呢，我做主了，给你们阅读啊，再破一次例，先加印1000本。真的？嗯。那主任，这可是您说的，我可没有逼您哦。我命贱，行了吧？谢谢主任。